从上次呢，答案嘅，嗱，你家明白咧？睇到系咪？睇到吗？啊，睇到。咁啊，ice 先。啊，纸同埋笔咧，纸同埋笔，ready，纸同埋笔，你一定要写落嚟，因为你唔写落嚟系咪？你唔清楚嘅。嘅有啊有啊，你爱买啊？你知冇呢个 notebook？买又买咗。啊，买，OK，买呢个 notebook 嘅话，买四本嚟，好平嘅啫，几扣钱嘅啫。So 四本嚟啊，几扣钱啫。So 你又写啊？So OK，嗱，首先好简单啫，你入 member 90蚊啱冇？OK，99入 member 嘅话，买佢系分3个月嘅，第一个月买你用50扣。OK，第二个月嘅话，咪你可以用20蚊；第三个月你可以用20蚊。第一个月咧，你用50蚊嘅话咧，你用50扣嘅嗰个voucher 咧，你系买100扣嘅产品以上。你第二个月咧，你用20蚊嘅 voucher 咧，你系用50蚊嘅 product 以上，即系你自己有 top 啦，30蚊落去。第三个月都系一样，你要用20蚊嘅 voucher 咧，要用50蚊以上。到呢度 get 到冇 OK，？OK，get 到啊？OK，好简单。嗱，so after that 啦。OK，然之后咧，我哋讲第一个我哋讲嘛，OK，forever 嘅话，咪你会睇到嘛，OK。入 VIP 一个 CC 嘅话咧，挂价系910蚊，啱唔啱？Yes。两个 CC 系等于1820，啱冇？啱。120，OK，嗱，呢个系 forever 嘅制度。你一入嚟咧，系叫 preferred customer BC 5% discount。即系你上一个 VIP，VIP 系我哋 group 俾嘅名啦，师傅俾嘅名，用耳机。Forever 嘅制度系叫做 assistant supervisor，assistant supervisor 好难记嘛，VIP 用耳机，VIP 啱冇？所以 OK 嗱，你系扣一个30。After that supervisor 38。Assistant Manager 43，Manager 48，我點樣上 VIP 咧？2個 CC，我點樣上 Supervisor 咧？25 CC，我點樣上 AM 咧？75。我點樣上 manager 咧？120，你又 get 到冇？get 到係咪？so get 到啊！嗱，我哋嚟睇啦，一個 CC 咧喺 Malaysia 顧客價係賣910蚊，仲未扣。我記好似如果你係 VIP，你係 VIP 你係扣30個萬啱冇？你就一個 CC 咧扣38先，有 calculator 係咪？你一定要買一個 calculator。冇用電話噶，買呢、這個亦都唔愛用嗰啲細電飾噶，用呢啲啊。啱啦，係啦係啦，I C 個夠大帽，夠大帽。食啊！你就買嗰啲，OK 容易，OK 點解咧？你每一個檔咧一定要買呢個嘢，冇用電話。OK 所以你睇嘛，OK 好簡單，一個 CC 係910蚊嘛，兩個 CC 啊120嗱，你睇嘛。所以我哋睇好似依家 Ice 同埋阿 Jackie，你已經係 VIP 咗嘛？所以你一個 CC 依家你係幾多錢？980。你個名嚟賣係幾多錢？637。幾多錢？阿 Jackie。
六三七。啱，六三七，有冇？因為你扣咗38,000蚊咁，所以，嗯哼，一直類推啦。你是不好意思，你搞80蚊，扣38,000。OK， 搞80蚊，扣43,000。然之後 ，OK， 搞80蚊，扣48。你嘅產品咧，你會越賣越平，明白冇？啱。OK， 你會越賣越平。OK， 啊，所以咧，我哋再嚟睇啦。OK， 你可以上咧呢個 VIP 啊 ，Supervisor AM 啊，同埋 Manager 咧。OK， 佢係用2個月嚟知嘅。你可以點樣知道嘅話咧？我上 VIP 幾多錢咧？好簡單啫，120.2cc。OK， 25cc 咧咁啊，係咪？你25×910幾多？25×910。22750。啱冇啊 ，Ice？ 嗯，啱。係啊，你又寫喺嗰度啊，22750啊，你又寫喺你牆高，你有冇22750？都係咪啊？你就記得噶。OK， 然之後我哋睇 AM。AM 愛上 AM 愛幾多愛幾多錢？愛上 AM 6250。係6250。OK， 你寫起嚟。咧 manager 咧109200。係啦，109200啱。明白冇？你做 manager， OK， 呢個所有咧，你愛上咧呢個階級咧，你都係用2個月嚟計。哦。用2個月嚟計嘅 ，OK， 3月、4月、4月、5月、5月、6月，你係用2個月嚟計嘅。get 到我啊 ，Jackie？ 嗯。get 到我 ，OK。manager 咧好特別，因為咧呢個嘢係咪？係啱啱嘅話，咪 forever living 啊！我記得好似係2019年啊，開始戰啊，推出只 forever living 40年啦，從未有試過嘅嘢，所以你哋係執到。點解咧？因為咧 manager 咧俾你第二個 option， 就係做咩咧？做150cc， 俾你4個月，你可以用4個月嚟計。哦。系，所以150系几多钱咧？等于计一计，136500。系啱，4個月。所以你136500除4個月，一个月你就系做紧34125嘅 sales， 成个 group。所以呢个系公司个 offer 啊，我要讲俾你听啊。呢個公司個 offer 嚟㗎，幾時會 end up 我哋唔知道啊。但所以係咪你會睇到啊？你上經理啊，依家好容易啊。以前你睇下咪我哋啊，我哋以前啊2個月，你諗下120係咪乘910等幾多？109200萬啊冇？109200除以54600，你谂下，以前我哋一个月我可以做54600，55000嘅生意一个月，我正话成为 manager。依家你一个月啦，你正话做系咪34125，你就可以成为 manager。manager 系最高嘅偏咗嘅，你知冇？最高嘅 discount 咗。當你係 manager 咧，你同師傅達到 decimal 一樣 ，OK？ 你同我一樣，你同係咪 world number one？OK？ Rough keep 一樣，我哋最高咗你因為 manager。OK。係，所以就所以咪你一定我最短嘅時間、最快嘅時間做 manager。上咪你知我4個月啊？四個月啦，你愛得你係愛攞2個月計又得，你去4個月都得，冇問題，up to你。
哦，如果其余嘅好似supervisor 啊、assistant manager 嗰啲系两个月啦。两个月啫，系 manager 有 offer， 我俾你知道150咧，呢个系 offer 嚟嘅。几时咧公司会 take back 咧？即系讲冇咗呢样嘢咧，我哋唔知道。所以你依家去上经理好容易，好容易，好容易嘅。compare 我哋以前啦。嗯嗯嗯。出发。OK， 到呢度。所以而家系我嗰150个 CC， 150个 CC 系可以 divide by 4个月，跟住一个月系34,125嘅嗰个生意额啊。啱啦。OK。get 到冇 ？get 到 get 到。啊。OK，I 到呢度有咩唔明白冇？啊，我明白啦，明。明白哦 ，OK。So OK， 嗱，我哋睇啦。Next 咧 ，OK， 我哋又高咩咧 ？OK，next 我哋又高。嗱，你本身嘅话系咪 ？OK， 你本身你依家 VIP 嘛，30万啱唔啱 ？OK， 你揾一个新人 VIP 入嚟。OK， 你揾一个新人。你係30，你係 VIP。你揾一個新人入嚟，咩新人咧？佢同你講嘅話係咪 OK？ 佢同你講，我冇興趣愛愛咩咧？我冇興趣愛入 member。你唔好同我講傳銷啦，我入 member 入到我驚啊！我幫你應酬，你買一罐六，一罐二油啦。OK？ 嗯。所以你係賺幾多？你直頭係賺30。OK， 所以一罐芦荟99蚊，一罐鱼油118，加起嚟几多钱？217，你赚一个38先几多？65扣1，65扣1。你想想喎，你一個月啦 ，OK， 你有30个人係咪？30个人同你買係咪？即係講應酬你嘅，你已經賺2000蚊咗。嗯。part time 喎。OK， 嗱，呢30个人嘅話係咪 ？OK， 呢30个人，啊，呢30个人，啊 ，OK，after that， 呢個第二種係咩咧？佢同你講。我有一個 preferred customer， 500先，30减5幾多？25。係啦，你 over 咧個25万啱冇？嗯。個客仔自己有 forever to your app， 佢自己會去賣貨，佢自己嘅公司賣貨又得，啊嘅喺邊度賣都得，你唔好理。啊嘅總之佢每買一個 product 咧，你都要賺25巴仙。同樣嘅一罐蘆薈一罐魚油217，你賺25巴仙幾多錢？54扣2.5。54扣2.5。OK， 你諗下呢度如果又有30个，1600蚊，在呢度 OK 30个。呢度2000蚊，你已經有3000几蚊咗。OK， 所以話 ，OK， 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咩咧？一樣嘢就係我哋同人哋講，佢成為 VIP 咧，嗰個係 bonus 嚟嘅。你明唔明？因為點解咧？因為人哋同你講，我知道嗰個產品好好，但係我如果食到唔啱咧，會好多罐咯，10几20罐咁多，我食到唔啱咧，你咪話冇，佢驚。所以冇相關嘅氣經，我咪叫入一個 member 咯。如果係 member 唔可以入，咪直頭咪賺起大家咯。你明白冇？明白。所以話咪你一定係多嘅。OK， 當你嘅咩咧？當你嘅係咪？你嘅量多係咪？你的量多，
你的量多嘅，你的数量多了嘅，啊，那个我哋叫做咩？那个品质就越嚟好。啊，你睇哦 ，OK， 我讲咗嘛，呢度三十个，呢度三十六十个咯喎，呢度六十个人嘅话系咪 ？OK， 六十个我讲唔系多，六十个人嘅话系咪？只有系咪十个人啊？你觉得？诶，我觉得你嘅产品唔错，我想食平啲，诶，我唔系我做噶。我不是我做的，我只想吃便宜，我想从五巴仙变三十巴仙，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爱啦。为什么？不是便宜五巴仙，是便宜二十五巴仙，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嗯。我说， OK， 你看到了。OK， 他也是五巴仙，对不对？ OK， 他跟你卖是一千七，我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一八二零1820万，我成为 VIP 嘛，啱冇？嗯哼，我成为 VIP 1820。如果扣咗五巴仙几多？因为一人命波就可以扣五巴仙咗嘅，你计一计，一八二零嘅五巴仙扣咗，几多？几多？1729。1729啱，1729。你是给公司这个钱，哦，但是公司用1820帮你计，哦，1820就是一个25巴仙，是多少？455，对不对？455，你记得吗？记得。如果当你做 VIP 的话，你做你即系讲啊，所以你系做到五 CC， 公司会 extra rebate 五巴仙俾你。1820嘅五巴仙系几多？91。91啊，你帮我加加45加91，546。系，睇到冇？455到546，嗯哼，你记得冇？一数455到546，点解我哋讲455到546咧？因为如果你系冇做五 CC 嘅 ，OK， 你冇做五 CC 嘅，啊 ，OK， 等下 I 先。OK， 嚟啊！当你冇做五 CC 嘅，你系 VIP， 你直头推荐一个人咧，你直头有455咗嘅。我当面的有455，但系你做到五 CC 咧，公司会 extra rebate 五巴仙俾你。呢一个人啊，就变91，就会从455变546，听到冇？就可以可以 repeat 多一次冇 ？OK， 嗱。好簡單 ，OK， 你 repeat 喺邊度？從呢成 set repeat 啊？啊，未完成 five CC 嘅。OK， 嗱，你未完 ，OK， 好簡單啫。你今日 OK， 好似阿 Ice， 所以 Ice 嘅話唔係講我一個朋友佢從做 VIP， 佢又俾1729，但係公司用1820幫你繼續扣。OK， 你賺一個25%，因為你係5%扣嘛，你係30%，30减5，你咪賺咗25咯，啱冇？所以120乘25巴仙是455。嗯。OK， 就是因为你有完成 5CC， OK， 你有搞定 5CC， 公司会 extra 是不是这个人 OK 的120再 rebate 给你5巴仙就是91元，就是546了。即是如果我有完成 5CC extra 多一个5巴仙。是啦，啱啦。包括你自己賣產品的 extra 5%， 包括你推薦的人 extra 5%， 總之全部都 extra 5%。 如果我沒有完成花式之後就抽25巴仙而已，對，啊，記得嗎？嗯哼。OK，
第二样嘢系咩咧？第二样嘢就系、是、当 OK 好简单啫。嗱，好似 OK 嗱，呢度系 ice。OK， 你 OK 你冇做五 CC。嗯。你冇做五 CC 啊？你冇做啊？你写冇。嗱 ，I agree。OK， 都冇做五 CC。After that， 阿 Jackie， 你嘅 sister 叫咩名？啊 ，Crystal。Crystal 啊 ，Crystal。Crystal，OK， 都冇做五 CC。OK， 冇做五 CC 啊。我喺上高买嘅冇，我喺 Jackie 呢度。OK， 啊，你系 OK， 我就会攞 ice 嘅。啊嘅 ice 啊，去賣嘅所有嘢嘅 extra 5%， 阿 Jackie 賣嘅 extra 嘅 5%， 阿 Crystal extra 嘅 5%， 聽到冇？Hello， 賣咩 extra 嘅 5% 啊？賣 any 產品係咪 ？any 產品。好似你冇做 CC，、oh. 你冇做 CC 嘅，阿 Ken， 你指咩咧？你指你只係你淨係做嘅話，買呢個你買兩個 CC 買嚟食嘅啫，或者買嚟用。Okay. 我會攞多你嘅你個成你所有買嘅嘢嘅 5%。哦 ，OK。你話好啊？如果阿 Ice 又攞又做 5CC 嘅 ，OK， 佢就攞 Jackie。個賣所有嘢嘅 5%，Crystal 所有賣嘅 5%， 你 get 到冇？阿 Jackie 收到冇 ？OK 啊？嗯。好，到呢度有咩唔明白？如果 OK， 我同 Jackie 啦，呢、嗯、條線啊，我同 Jackie， 我哋冇完成 5CC 啦，過一個月啦。嗯、And then 嗰個 Crystal 佢有一個即係、就是、new member 係 join VIP， 等我同 Jackie 係點樣嚟 overriding 噶 ？OK， 好 ，OK，good、okay, question。嗱，我攞一個好簡單嘅嘢同你講啫。嗯，先 ，OK， 嗱 ，I 喺呢度 ，OK，so after that， 你揾 Jackie 嘛？嗯 ，Jackie 嘅話係咪 ？Jackie 可以成為 VIP 嘛？啱冇 ？Yes，OK， 你先，你冇做五 CC 噶啦，嗯，455，你攞咗咯，啱冇？咩？你讲多次 ，Jackie，sorry。嗱，阿 Jackie 嘅话系咪 ？Jackie 可以做 VIP， 佢系新人嚟嘅，做 VIP。Yes。你攞1729，公司咪俾你455，啱冇？啱。嘅嗱 ，so after that， 阿 Jackie 揾你嘅阿妹 Crystal。嗯。Crystal 系咪攞个 VIP？ 嗯。诶，攞个 VIP。455係俾邊個嘅？呢四百阿 Crystal 嘅455係俾邊個 ？Jackie 啱啦，係俾 Jackie。嗱，你係冇 get 到嘢嘅。哦，你係冇 get 到嘢嘅。OK， 嗱，阿 Jackie 嘅 first 2cc， OK， 你嘅 first 2cc 啊，係計喺你嘅 5cc 入邊。嗯。第二個月 ，OK， 第二個月嘅話係咪 OK？ 佢嘅我哋叫做佢嘅 CC 咧，已經唔係計喺你嘅 file 入邊，唔係計喺你嘅五 CC 入邊咗。好啊，係啱，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係咪阿隻 Gary 講，喂，我下個月我做五，咁你唔係 automatic 做五？嗯，係冇，咁隻 Gary 嘅話係咪 OK？
佢做十，你 OK， 你咪 automatic 做十，唔係嘅。所以呢個係咪公司冇嘅？呢個係咪第一擺嘅兩個 CC 俾你？俾你 ，after that， 阿 Crystal 嘅兩個 CC first two CC 咧係俾 Jackie 嘅，你一定搞清楚呢樣嘢，係個 first two CC 係俾你啫。所以下個月嘅話係咪 OK？ 阿 Jackie 嘅 CC 咧唔計喺你嘅 five CC 入邊 ，not including 喺你 five CC 入邊。哦 ，OK，get 到嘛 ，Jackie？ 啊，聽到。唔係，我聽到，我問你，你 get 到冇？get到十個客仔，佢哋幫你買一罐蘆薈，一罐魚油啫，你有十個啦，一隻十個。你爸爸冇喐喎 ，Jackie， 啊 ，Jackie。啊，有冇？依家有喐冇？冇喐喎。冇喐啊？冇喎。OK， 等陣先啊。哦，冇喐。依家咧？嗯，阿爸爸有喐冇先啊？有喎，睇有喐冇依家？有。有喐系咪？我而家拆紧嘢系咪？睇唔到你拆嘢喎。睇唔到我拆嘢 ，OK。依家我写字。冇喎。啊，冇错。你个 mouse 有喐啊？你个 mouse。我 mouse 有喐系咪 ？OK。啊。好係，我知。OK， 我揾緊我嘅，其實我想話我係等呢啲。Jackie 仲喺度冇？有睇到 ，OK， so OK， 等下先啊，嗱，我依家写啊，睇到冇依家？你试下写嘢。我依家写。你写乜嘢？我写字嚟噶。冇睇到。哇！等下先。哦，应该你个 setting 走咗。嗯。我用呢個先。咦？做咩我写唔到字咗嘅咧？咩事啊？O K， 依家我写字睇到冇？系有。O K 好。O K 嗱，好简单啫。依家嗱，你爱点样嘅话系咪？你系点样？嗰、那個人嘅 CC 係咪係計喺你嘅五 CC 入邊？呢些依家 I 係咪有十個 customer？
呢十個 customer 嘅話係咪？佢哋幫你買一罐六或一罐二啊，0.2cc 啫，乘十就係等於二咯。呢十個客仔嘅話係咪？佢哋永遠如果仲未上 VIP 啦，佢都計喺你個 5cc 入邊。get 到冇？明白。啊，即係你 get 到冇？啊 ，get 到。所以 ，get 冇？啊 ，get 到。啊 ，get 到啊，係。所以 ，next one 啊，你係需要咩咧 ？get 你係需要我哋叫做 OK 開闊，你開闊視。OK 冇？Hello，Hello。OK。OK。到依家到呢度有咩唔明白？呢個明白。呢個明白。呢個就係按得我嘅試試咯。係按得你嘅試試啱。嗯。啊，所以係按得你嘅試試嘅啱。OK。So after that， 我哋睇啦。我哋睇咩咧？我哋睇嘅話 ，OK， 你本身嘅話係 OK。啊，好似啊，尋日 Ice 你講啊，你啊，你所以你知道依家係咪？你愛賺幾多錢係咪 ？Is up to 你嘅，你自己，你自己氣㗎嘅。所以物理係一個大嘅，嗯，好簡單啫。我呢個月我愛賺幾多錢？你食我呢個月我愛賺5000扣，你就知道嘅話係咪 ？OK， 我愛揾12個 VIP 啱唔啱？啱。啊。因為一個 VIP 嘅話，係咪你會賺544？十二個 VIP 你一定會賺5000蚊以上嘅。OK， 嗯，呢個係 normal 啊 ，normal 啊，即係講1782啊，1782你會賺455到546，啱冇？啱。但係依家公司嘅 promotion 啊。你一了啦，喂，做咩我阿 Jackie 攞呢個start your journey back？ 點解我冇賺455嘅？因為我哋係用 OK 1316.7，啱唔啱？啱。依家你入一個好似 Jackie 有一個 member 係1316.7，嗯，1316.7嘅話係咪？你幫佢變翻大價，點樣變翻大價咧？你愛除0.95，因為 OK 啊，0.95，你攞咗幾多？1386。係啦，1386，1386大價。你攞1386乘0.95，等於幾多？一樣咯 ，1316.7 咯。係啦，啱啦，我哋我幫佢變翻大價，我哋用大價嚟計總金嘅。OK， 所以你1386乘一個25%係幾多？346.5。346.5啊，啱唔啱？所以你話啲做咩唔係455嘅？做咩依家變346.5咧？因為你個 down 咧係俾1782，所以你係攞455，但你依家 down 咧係俾1316.7，所以你淨可以攞翻346.5，你明白冇？明白。係啦，所以啊，所以因為佢俾多錢，你咪可以攞翻多 income 咯；，誒俾少錢，你咪攞翻少 income 咯，啱冇？啱。OK， 1386 repeat 5%俾你係幾多？69.3。69.3，阿 Kate， 你加起嚟幾多？加346.5。415.5。415.5，啱啦。所以你睇到冇？所以你會從346.5到415.5，一個 VIP 你就。
get 到冇 ？get 到 ，OK 冇？嗯嗯。OK 啊 ，so 啊 ，OK 到呢度有咩明白你就问我。呢个5000系如果你做到 5CC 佢就俾翻你啦，系咪？系，你一做到 5CC 系俾翻你。OK， 收到。系，你一做到 5CC 咧，佢就俾翻你。So 5CC 咧 ，OK 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咧就系、是、嗱，你睇你个 person 咧个名一定爱做一个 CC。无论是自己买来吃或者是买来卖一个 CC， 一个 CC 的话是买是多少钱？910 910 910 910 OK 910你自己 OK 你自己910 910一个即是说什么 OK 一个30%你是赚多少钱？273啱啦，二七三 ，OK。So after that， 你揾一個 VIP， 一個 VIP 咧賺幾多？455，啱唔啱？佢譬如俾1782啦，嗯，你就賺45000啱冇？嗯 ，OK。After that， 你再揾一個 VIP。亦都係俾1782，呢度係俾455，啱唔啱？嗯，OK。嗱，我哋你要計咗金咗咯。嗱，所以因為你做到5910會 extra 俾多你5%，幾多錢？45.5咩嚟嘅？點解1782唔係一？唔系1729咩？1729阵间先啦，啊，1820乘点九，啊系，sorry， 1729啱，1729 ，OK， 1729 ，OK， sorry， 啊，1729啊，啊，1729，明白哦，到呢度，所以我哋翻翻去，因为你做到5CC，910。你自己買，你會 extra 多5%，係幾多？45.545.5 OK， 好。因為呢個 VIP 你做5CC會 extra 俾多你 ，OK， 120嘅5%係幾多？90.9啱冇？嗯哼。OK， 呢度120大價計。雖然你係俾公司1729，但係公司係120幫你計獎金，俾到你 extra 91。嗯哼。都 OK， 我哋計一格計起嚟啦，273再加45.5，318.5。318.5，啱唔啱？啱。After that， 啊，夾呢度45加91係546咯，啱冇？嗯哼。呢度亦都係546。546再加上18.5，几多全部？1410.5，系啦，1410.5。听到我系点样赚钱？明白，完全明白我。明白。完全明白哦。嗯。OK， 呢个是第一种方法。OK， 第二种方法就是什么呢？第二种方法就是 OK， 你本身你自己一个试试。然后 OK， 啊，一样哦，你会赚，如果一个试试你会赚318.5，啱冇？嗯。After that， 你可以玩一個 VIP， 呢個 VIP 做兩個 CC， 另 OK。After that， 你可以揾10個客仔，
每一个客仔咧，帮你买一支芦荟，一支鱼油，0.2cc，就等于二。夹到冇？或者20个客仔，OK 啊，每一个人帮你买一支芦荟，0.1，亦都系二。personal 做一，一个 VIP 做二，update 呢啲度做二，系咪五 CC 啊？系，系跟到冇 ice。明白。明白喎，呢个系第二十八。第三种方法就系咩咧？OK， 好简单啫。你完全冇 VIP， 你个 personal 一 CC。总之你永远记得，你 personal 一定系一个 CC 嘅。After that， OK 啊，你有10个客仔，每个客仔用你一罐芦荟，一罐即系讲 OK 所以帮你0.4个 CC， 等于四，就系咩咧？呢十个客仔咧，每一个人帮你买 OK 两支芦荟同埋两支鱼油。你就有四咯，0.4，一個家庭幫你買兩支蘆薈、兩支魚油，你就有0.4咯。十個家庭你照顧，四咯，再加你自己一，咪五咯。或者係你二十個家庭，每一個家庭係咪幫你買一支蘆薈、一支魚油，0.2，就係等於四。啱，啱唔啱？嗯哼。OK，so 第四个方法就系咩咧？你自己做 stock list，你直头系 stock list 嚟嘅，你直头卖5个 CC。OK，你本身 OK 5cc 乘910。等于几多钱？4550。系啦，啱啦，good。4550，跟住到我 ice。明。OK，4550，你直头系咪公司 OK 俾你俾你 OK 你自己嘅话系咪呢个系你卖嘅价钱？嗯。但你公司卖嘅价钱系扣35%。啱。4550扣35%系几多？1592，一啊，4550扣35%咯，2957.5，2957.5，系啦，2957.5。所以你4550扣呢個價錢，扣4550，你呢度係自己賺到1592扣半，get 到冇？哦，get 到。係，所以點解嘅話係咪我驚好似好似陣間我可以 video call 俾你，我嘅屋企入邊咧，我有放嘅話係咪差唔多70,000嘅貨？哇！係啊。因為我已經做咗咁耐，所以 display 嘅話係咪我嘅貨係咪我好我 low ring 啊？我嘅 customer base 有200-300个啊。哦。啊，所以我係需要咁多。好似你開始嘅時候，你其實你唔需要嘅話係咪？我話我攞幾十千唔需要，你只需要攞一個2000几蚊五 CC 嘅，我哋叫做 OK。你可以攞個 large 嘅 jewel 啦，large 嘅 jewel 係咪差唔多係7个 CC 嘅貨？啊，即係因為你攞個 large 嘅 jewel。啊！我就會 extra 送嘅話，係咪？呢個三罐蘆薈俾你，好啦，即係佢只係2000几蚊啊？係2000几蚊啫。OK 嘛？係，因為咪你個貨係咪你可以攞啲？因為點解？因為好簡單，你睇Ice 同埋Jackie 啊，你住喺 Clan，以前 Forever Living 啊喺 Clan 有 office 嘅啫喎。
依家冇嘅你啫喎，所以你依家我買貨，你最近啦，你係嚟到馬路呢？你諗一諗啊，你從馬路呢啦，你從 Glen 啊起到馬路呢來回係咪？係幾多粒鐘？一個鐘啊！一個鐘，你嘅拖，你嘅車油，你嘅時間。如果一個客仔同你講：，誒、哎，我愛兩支牙膏，你就篤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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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落去馬路呢攞貨，篤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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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翻嚟。你嘅時間、你嘅車油、你嘅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兩支牙膏俾你賺到曬啦，你都係賺係咪七十九啫？俾你賺到曬啊！嗰支牙膏就使唔使本錢啊？你都係賺七十蚊啫。嗯哼，你明白冇？明白。即係點解我哋會攞毒啲聲？係因為啊，我嘅客仔愛貨，我唔需要講哦啊係啊，你我攞去公司賣唔使，我直頭可以 post 俾你。好煩，尤其是如果我呢啲近客仔啊，我近客仔係咪？我嘅 PA 會攞俾佢，或者咧我會叫 Grab 係咪攞俾佢？馬上有你啫喎，好似我喺卡章啦，呢個卡章 area 嘅話咧，好似班達、麥國達、卓拉薩呢地方啊，我用 Grab 送嘅，幾多錢？四個鐘頭入邊啦，係嚟 collect 啦，平一半 ，suppose 係需要十五溝嘅。OK， 啊 send 到去 Charles 麥國達十五溝，但係因為我用 Grab 四個鐘頭 collect， 即係講冇 immediately 啊，慢啲啊，慢啲嚟 collect， 呢個價錢係平一半。你知唔知我從我屋企去到 Charles 麥國達嘅話係咪塞車啊、北京啊一大堆嘢嘅話係咪？你覺得止唔止七溝錢？嗯，唔止。你明唔明？嗯，係咯。唔止七九錢，我寧願俾個 Grab 送俾你都冇相干，我自己俾，因為我有賺錢嘛。係咯，七九錢我，所以我慳好多時間，啱唔啱？如果遠嗰啲咧，遠嗰啲喺加拿大咧，我就用嗰啲 Easy Pass， 三日到，好似我 send 俾你只 Green， 哦，啊，我 send 俾阿 Ice， 三日四日到，嗰個係幾多錢？嗰係五溝錢。有 idea 冇？有。係，所以咧呢個係咪？呢個係咪？呢個嘢係咩？呢個嘢啊，佢有一個我哋叫做你知道嗰、那個你有冇聽過個古仔叫做呢、這個灰信戰丹德爾？你聽過呢個古仔冇？冇喎、啊。冇話嗌喎，你冇聽過呢個古仔？Ice 有聽過呢個古仔冇？有聽過。你識講我呢個？你知呢個古仔係咩冇？我唔識講定，我聽過啦。一日係咪一個農夫啊？你發現到係咪一隻鵝啊？一隻鵝嘅話係咪原來係識生金蛋嘅喎？喂，一日係咪又生一粒金蛋？兩日生兩粒，三日生三粒。因為個農夫係咪開始點樣貪咯？哇！一日生一粒金蛋，哇咁慢嘅，我快啲。係點樣快咧？佢就捉嗰隻鵝係咪劏咗佢？劏咗佢過後咧，佢就睇佢肚入邊啊，有冇金蛋？一劏係咪嗰隻鵝就死咗咯？啱冇？所以係咪嗰只鵝係咪死咗就唔會再有金蛋咯？我哋個 stockist 啊，佢就好似金蛋咁樣。呢個五個 CC 嘅話，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哋嘅 downline 佢唔會行，佢做唔到五 CC， 因為第一個原因係佢冇 demo set， 第二個原因係因為冇 stock。啊，呢個好重要嘅。你個，因為我哋你個手上有咩，你就會賣咩噶嘛。啊 ，example 啦 ，example 嗱，我講啊 ，Jackie， 你個手上入邊有兩個蘆葦汁啫，你敢唔敢 push 你一個朋友啦，或者你嘅親戚啦，攞兩箱蘆葦？你可以試下。冇，你手上只有兩罐蘆葦啫，你夠唔夠膽啦？去 push 人哋嘅話，係咪 OK？ 攞兩箱蘆葦。唔敢咯，你肯定唔敢嘅，点解？因为你嘅手上都冇咁嘅货嘛，啱冇？系，你肯定唔会 push 噶嘛，一样嘅嘢嚟嘅啫。你的手有什么货，你就卖什么东西啫，啱嘛？啊，好似阿 Ice 系卖屋噶嘛，所以 Ice 我问你嘛 ，OK？ 如果你知道嗰度系咪系冇嘅客仔嚟，你会唔会 push 嗰间嗰个 project？ 你肯定唔会噶嘛，你一定系 push 嗰个 project 系有嘅。available 嘅屋企啫，啱唔啱？嗯哼。所以點解好重要五個 CC？
第一样嘢，嗱，你谂下，你啦，OK，你嘅话系咪？你有手上有呢，这个生意系问意思问意度啊？你手上有5个 CC 嘅货，OK 啊啊，所以系咪？你谂下个，OK，你入边嘅话，你本身啊，OK，你本身系咪？你有你成个 group 加起嚟啦，OK，你有系咪？12个下线都有5 CC。你係等於60，啱唔啱？嗯，1个月60，2个月幾多？120。120可以上咩 forever 嘅階級？Manager。啱啦，睇到冇？呢個生意你嘅下線嘅話係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货，都有自己的订模式。你看这个生意，你是不是可以收？你是不是可以 relax？ 你是可不是可以出国？嗯，如果不是的话，是不是你就很大镬了？你没有，你没有5CC，你的下线全部没有，你就免得货了。所以你想想，你这12个可以做的人，你去到Let's say, 你去到新加坡，哎，上司，你在哪里？我爱3罐芦荟，我爱2罐鱼油，什么货都没有。Forever Living是一个生意来的。OK， 你就好像一个杂货店一样，这个杂货店里面呢，里面有卖豉油啊，有卖米啊，有卖油啊，没可能你跟客仔说，你先看 catalog 先咯，你看到爱什么爱的话，是不是？你order先，3日过后才拿去你家，没的。为什么我们要有 stock？ 因为你永远记得 stock is king。 为什么别人要跟我们 forever living？ 不是我们做的，不是 Ice 做的，不是 Jack Gray 做的，不是 Jack Key 做的，很多人做 forever。 为什么？是不是你要想为什么？是不是我的 downline 会跟我？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你有 stock， 你可以帮到他，对不对？嗯，啊，好像 Jack Key，你有 promise 啲嘛？啱冇？啊！我有冇？我有喎、啊。冇啊！我唔系我 extra， 我系 exchange 俾你喎、啊。哦，系咯。你睇鱼油，你冇嘅喎。我又有喎、啊，你我系咪喺 exchange 俾你？系。啊！所以你睇，你一定要睇到呢样嘢。你系我哋嘅 sparky。啊。所以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嘅話係咪 OK？ 我一個人我幫唔到幾多，我幫唔到幾多。你諗下，如果你以下咪有20个單咧，我咪死，我咪好唔得閒。係咯，我買底褲就出邊就 Superman， 或者底褲戴喺頭上嗰個叫做 Batman。我同你講，你唔敢做到嘅呢個生意，你講話呢個生意唔做得咗，呢個生意嗌都係做 Superman 或者係做 Batman 先做得嘅。啊！呢个生意就咩？呢个生意就系咪每一个人系咪你可以做？你谂下，我问你问自己，你依家你有手机，你好难咩？好容易啫。系啊，你睇到冇？我画咗俾你睇。哦，你你成为 manager，after 嘅话系咪？你因为你系60啊，一年你就720 CC。OK 啊，你。60乘12，你就到720。公司去做你两个 trip， 第一嘅话系咪俾你边度咧？第一个 trip 嘅话系咪？好似我哋前年2019年做咪 MCO lockdown 嗰时啊，公司系俾日本 Japan。嗯。OK， 俾你两张机票，包食包住包尿。After that。俾你第二個 trip 喺邊度咧？喺美國巴哈馬斯，俾你兩張機票，包食包住包料。巴哈馬斯喺邊度喎？喺邁阿咪島嘅隔離，好靚嘅海灘嚟嘅。哦，睇到冇？每個月你嘅收入5000到8000 part time 冇？嗯哼，靚冇？靚。是啊，12个人啫。你有几多咧？OK，60个CC系几多？
60个 CC 嘅话，咪 OK， 60个 CC， 你嘅成个 group 有54,600扣嘅 sales 嘅生意啊，老拎。如果你一个月你老拎一摆咧，你就做60咯。如果你一个月你老拎两摆，你成个 group 五 CC 你老拎两摆，咪做120咯。 系啊，你老拎一摆嘅话，系咪你就可以攞到两个人嘅日本 trip， 两个人可以攞到系咪两个人去爸妈5,000到8,000。如果系咪你60个 CC 系咪你老拎两摆，一个月你嘅成个 group 老拎两摆，你就会变120乘12个月。OK， 120乘12就1,440。 你就攞到咩咧？你就会攞到我哋叫做OK，喺呢个阿布达比，我哋明年两张机票，包食包住包料 ，OK，after that 你会攞到咩咧？你会攞到呢个巴哈马斯，明年我哋喺 Cancun 啊，两个机票，after that 系咪？你会攞到第三样嘢系咩咧？ 就喺呢个花红，世界花红，呢个花红嘅话，咪会俾你系咪10,000马币到150,000？第四样嘢俾你咩咧？你每个月嘅 income 嘅话，咪 OK， 从 OK 12,000到15,000一个月 ，get 到冇 ？get 到。 系 ，OK 啊 ，Ice 点啊？get到冇？get到。啊，清楚你清楚成个大方向未？你清楚点样做未？成个get到咗。系。有咩问题？明白呢个要问我？诶，暂时冇啊，大致上都明白。啊，大致上都明白。嗯，比较 clear 啲今日讲嘅。你 clear 啲哦。 你明白冇啊？Jackie，明白，OK，so 系咪我你哋 follow 我嘅 YouTube 啊？呢个嘢我阵间可以放落去入边，你可以睇，你唔明白你可以睇 GLT Jackie Tan，OK， 系咯？咩系 GLT 啊 ？GLT 系个 Global Leadership Team。 GLT 咧就係啊，OK， 我哋 Forever Living 每一個人嘅話，我哋愛完成嘅一個目標嚟嘅。OK， 啊 ，after that 啊，你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同埋我 Instagram。 有 follow 咗你啊。啊 Jackie 明，Jackie 丹9333 at hotmail。 IG 或者係呢個Facebook、YouTube 係呢個 GLT 嘅基丹。哦。啊，嘅基丹9333咧 at hotmail.com 咧係我嘅呢個FB 同埋Instagram。OK。聽到冇？聽到。係。啊。OK，so。 你一定你爱赚翻费嘅咧，你一定要赚科费嘅先。系，当你一个月嘅话，系咪 OK？ 你可以赚系咪2到3,000蚊啊？嘅，你爱点样变翻费嘅咧？你要帮助嘅话，系咪5到6个单拉咧，赚2到3,000蚊，你嘅收入咧就有翻费嘅。OK。系。 So 当你嘅 income 嘅话系咪？你爱点样赚 60 嘅咧？你爱帮你嘅5到6个 downline monthly income 帮你赚3到40千，你就会有赚你嘅 income monthly income 变 60 嘅啦。Jackie，我要出去咯，冇事。得，你就直接 continue 先啦。冇，我完噶啦，我讲完噶啦，我已经。哦，OK。
所以有咩有有仲有咩嘢 question 冇？啊，今日嘅呢个我会消化，应该会明噶。今日嘅你讲嗰啲嘢，阵间我 upload 咗，我再 send 俾你，你明白嘅话，你一定要睇到明白为止。嗯，可以可以，冇问题，可以。可以啊，即系有咩问题冇？啊，目前系咁先咯。目前系咁啊 ，OK 好 ，so 啊得啦，冇问题啦。OK 啊，唔该你，再见。Sorry， 剩低最后两日啦，我搞掂五 CC 啫冇。5CC 每一个月一定要搞定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OK， 可以明白。OK， 好，OK， 拜。谢谢你，再见，OK， 拜。